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星期二晚出席南非外长为他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晚宴。晚宴由南非外长马沙巴内主持，希拉里·克林顿在晚宴上和在场宾客共舞。希拉里·克林顿的11日非洲访问已经完成了一半，期间他曾经访问过塞内加尔、乌干达、南苏丹、肯尼亚和马拉维。在南非城市开普敦，希拉里·克林顿在星期三出席一个艾滋病治疗计划从美国手中转交到南非运作的仪式。